见，好久没有打声招呼。 I'm from Billy Gang， 这里的我从没包袱，但昨天坐上飞机前还是弄了一下妆发，表面要光鲜，一人真不好当。那最近刚把最尊重的前辈变成熟人，新团队很棒，虽然我总让他们头疼，让我注意形象，说那是重要的轴承。我说你们组装好跑车，我只管踩满油门，不看好我们的人会让你们没有话说，一个个都会预言哈，每天都想吓我说 Indie One 要糊。哦，我懂你们的意思， You me the game 像块面饼，扛不住 Indie One 的大火，最近太忙了都没有逛逛微博 Ins， 用手指按住秒针，想让时间都静止，从不后悔撕碎那张穿越时空的信纸。可是怀念曾经的我，只需抬头看看镜子。 I'm no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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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I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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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I 走在大街上角落耍着酷，见一个在场打爆赛进度，不要质疑我脚下踩的路。 Say what you gonna do homie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in the phone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homie what you gonna do把它封顶，我脚底踩个步。 No worry homie 心里有个数，面对困难还chilling with my crew， cause if they can wanna do 我想黑的挡不住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Into One 的 AK 刘璋。 Hello 哈哈，好久不见。然后呢，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我的第一期歌词 Vlog。 什么是歌词 Vlog 呢？就是我可能会用一些文字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写着写着它就变成歌词了。我想既然是歌词，那我把它唱出来嘛，我就把它唱出来，然后做成一个用歌词记录生活这样子的感觉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大家也可以就是知道我最近都在干什么。第二呢，就是我会在每一次那个歌词 vlog 的音乐后面呢，我会就是跟大家聊聊天，讲一讲我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歌，然后最近都有什么新发生的事情。是我第一期歌词 vlog 这个歌里面嘛，然后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成团了啊，成团了以后呢，就是这段时间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都已经把它写在歌词里了。其实对歌词的内容本身，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就是去解释啊什么，就是你们听完歌基本上就懂了。然后呢，这一段我主要是跟大家聊聊天。咱们今天第一期的这个 vlog 呢，我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内容想跟大家聊，因为就是我想要就是大家给我提供一些素材嘛，可以在评论里面和弹幕里面都打出来，然后我会回去看，就是大家想听我聊一些什么，然后大家想就是看我做一些什么样的视频啊什么的，我都会看。意思就是说，你们只管发你们的弹幕和评论，而我做我的视频跟你们无关，就是一如往常的看你。但是大家还是可以踊跃评论，虽然我从来不会看，开玩笑，我会看了。好，那第一期的歌词 vlog 其实主要内容它都在我的歌词里面就有了，后面这半段呢主要是用来聊天。那介于就是我还这是第一期嘛，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然后我也不是很熟悉怎么样去做 vlog， 但我会慢慢的去熟练起来的。第一期就先这样，拜拜。